坤儿，坤儿，导演吗？这啥？啊，你来了？是，你哪来？在屋里了。那今天出来，我得跑着去。娘，娘，出来娘。你刚刚还有嘞。这是咋来呗？这不能。娘，坐这个，坐这个。吃吧。光干药这几天，光干药，吃那药啥？对，哎呦，你这不给你吃点好的补补吗？吃了，那时候给闺女给买了橘子，我买了橘子吃了。那说你吃点好的，好嘞。啊，吃点好的补补，这小孩这健康，你知道不？你看，该补啥的补啥。就俺那家庭，你看都揭不开锅了，能吃啥好嘞？哎，咱们这我再来回一个，我给你拿点钱，你们想着吃啥、啊、你买啥、啊。咱们先那给你妈拿点钱，先你妈想着吃啥、啊，给她买点啥吃。管说你，干不？管。啊，我听你的啊。娘，我跟你说，要不行的话，给你补身的，咱俩几个老母鸡，等着我上来，我给你熬汤喝。啊，可不能杀他，这他个反蛋的，把他杀了以后。他吃的饭都没有了。哦，咱没着吃呀，俺身体跟那甜，咱们这管，咱们这给你杀了，给你补补，咱们给你拿点钱，咱们再买小鸡儿再喂。咱们你这个小孩生下来，你知道不？你这有这几个月了，快该生不来着？快该生了，估计快了。你看你这有，这小家伙我踢我，大话踢你，这小孩出来了，我呢？你咋可能就是想出来了？你看。越来后天越冷，他早点出来，趁暖和想早点出来。哎、你老是给我踢我，你看。那这这吧，你啊，在这上屋里歇一会儿去。我看你这不是下眼找好了吗？不是啊，我下眼给你找好了，反正这一家人家也歇好，没有也没有儿也没有女，就是你要说了，就是非常就是人家当亲人，别的比你跟的恁强、啊。兄弟，你站这个，别叫人看咱的屁股。哎呦我的妈！走上屋里，好，走上下院了都管，嗯，这断好的功夫，我走上屋里，哎呦。